接着往下讲哦，朝鲜的部分我们接着往下讲。好，工人自编一样，好一个坡子，推，那间收笔完以后，直接这里下来，上去，那横笔，它这左右有点空间啊，这个地方有点空间，那上去这一笔画几乎在正中央，好，几乎在正中央，有点收肩，斜斜的进来，那再带过来。挑起来就好了，那这里蹲下来，好，那一样，这个地方，哦，这个 J 交接的地方下来，这个位置，上去压一下，再往下带，这两个八字撇，哦，八字点的话，左右拉拉煞有点呼应就好了，它没有很相对啊，有点偏的一个感觉，好，直的部分，直的部分右左侧应该是一个耳朵。哦，那耳朵我们在古代隶书来讲的话，常会变成是一个横笔，啊，变，那把耳朵变成身体的身，啊，这里下来，那里面三横，好，哦，三横就好了，那这里直接推出来，上去方笔，那横笔这里，等高，哦，等高的位置，那大概在这个位置，一样，一左一右，带过来。那这笔画应该是要拉过来跟歌是同一个横笔，那在隶书我们会把它断掉，同样的钢，好，再从这个地方过来，短短的就好了，从这里上去压下来，细一点点，尾巴再粗一点点，提起来，那这个地方直接跟它齐头，就直接往右下左下角拉下来，这个高低是差不多的，好，这里再带进来就可以了。好，再来贡献的贡，好，贡献的贡，横笔的部分，这个字它把它压得很扁了，它横笔很多，竖笔很少，但它还是要把它压得很扁，那上去压起来，中间这里落一点点，那一样在红线的范围里面就好了，上去远远的下来变尖，那这里落落的拐上去带弧度，稍微有点将它下来，那一样里面空间够改的话，那中轴线拉下来，那这里带出来一点点，那这里可以再往下斜下来，好，在朝鲜的部分，好，再来军，好，这个字在朝鲜里面常看到，那它的写法大概都差不多啊，这里下去一点上来再拉过来停住，转过来，直接转笔就好了。它这边斜过来，这里凸一点点出来，这里一样在斜，它还是维持这样的一个斜面下来。那这里上去一样在基在正中央的部分上去扭一下，推出去。那这里是那个空四个横笔啊，不然别笔总共四个，那这个空间是相近的。这交接的地方正下方下来，好，这里直接。推过来，拉下来就好了。那这里再把它关了，往左一样，带下来。这两个空间，啊，去把它做好就好了。好，心。最近这个字常写到朝鲜啊，还有兰亭，还有我们那草书的部分。好，这部分正常来讲的话，是由左至右，哦，从这边写过来。那有些我们会从中间定位置以后再写左右。那我会建议还是从中间去定位置，好，中间的位置定出来以后，那你我们写出来的你要左右对称会比较好对称过来，空间良好的话，好，那再往左等齐哦，这里会微微有点这样的一个弧度的概念，那这里推一下起来上去下来略低一点点，好，推上去，那这里往下，哦，这里是往上扬，这里往下，好，一样带下来，那一样就是呼应就好了。那这里再缠头燕尾的部分，再把它做出来。好，以这里呼应下来，直接往左推。那以这个地方下来的位置，直接往右带下来就好了。好，这个是什么字？不是，这个字很特殊哦。
老师的师。师的师啊。对。啊，这个字很特殊。好，这里再过来，直接撇下来就好了。那这个地方从这里压，这里一个斜面啊，压下来直接拉起来，拉起来这里上去，短短的下压就可以了。那这个地方来讲哦，有些人说这里是点在横，那我还是比较依我们现在一个写法。好，这里。那以这里的中心为主，好，上去，重一点点，再下来，再多一点，停住，好，交接的地方停住，再拉一下，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是老师的诗，嗯，啊，这是比较特殊。好，再来增，好，双人旁一样，这里一个小小的一个三角形就好了。那这里可以这样过去，那我习惯这样过来，刚好直接从这里过去。好，一笔撇跟竖的部分一笔把它完成。好，再把这里带出来，好，上去拉下来，上去拉下来，那这点就要去完整，拉下来要直接往左带，停住起来，那在这里压下去好了。好，这个起的部分一样拧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桃圆字边讲过了哈，那这边就是一样的空间的，然后的话，好，空间把它抓好就好了。那这里宽度差不多的下来，然后过来直接折回来，好，直接合上去。那一二横中间呢，一二横中间压笔再起来，这里多一点点，这里重一点点，一样在这个笔画的中心位置上去下来，然后停住转弯，直接有一个镰刀钩的感觉拉起来。好，先停住以后直接往下带弧度勾起来的一个味道，勾起来后直接下压往右上挑起来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地方右边重，那左侧稍微弱一点点没关系。好，再来有没有的，有，一样啊，一样撇先做上去，一样带出来，然后起来就可以了。到这个地方转折地方下来停顿一下，再挑往左边挑起来就好了，挑起来再侧压带过来，然后下压起来，那起来又直接带到这个位置下来，偏左一点点，直的弧度出去，停住勾，好，这里上，这里下来，空间啊，空间把它掌握好就好了。好，这三个空间去把它掌握好就可以了。好，再来。怎么去的？啊？云。云。云子回味的云有没有？口字边的云。这个我在故宫里面有看到一个。有在故宫看到一个碑啊，就会写到这个，就是你树金桃啊，树金桃啊，嗯，好，那横笔，这我在故宫里面有一个碑啊，就有写到这个地方啊，这边，好，中间先做，再往两侧去带，那这里。扭回来，再往下压，回来再从这里推出去，短短的就好了。往上挑啊，往上挑。那这里往上挑完后，在这个结构的中间，然后这结构中间直接上去下来，一点点就好了，就直接侧压。停住，转一下笔，再拉起来。这里会比较锐利。好，到这边停住。那我们如果在燕尾这个地方要让这里比较硬的感觉的话，就停住以后稍微推一下笔再提起来，那这个角度会比较偏向楷书的耐笔啊，会比较硬一点点。好，再来浓，那有没有看到左右侧的西，有没有右侧应该是农夫的浓，他把它上头他把它写成西哈，那我们以此类推啊，以此类推，那这里下来好，一样空间两后的话，那这边应该是一个曲才对，
哦，但是我们在隶书里面可以把曲马改成西，啊，其实是一样的，只是有没有冒出头而已。为什么呢？这里如果拉长一点点，这里如果冒出头，一样是曲。哦，没有，这 U 等起来，这 U 等起来，再冒出头，一样是曲。啊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写的楷书也有部分我们会写成这样子。那一样横笔，这里空间里后的后啊，这个层的部分贯穿。那有时候我们是只有这两个横笔中间加一个竖笔，那有时候我们就是把三个把它写成一个王的感觉。好，那这里过来上去，那从里面这里带出来，这里再压出去，移起来就可以了。好，这地方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结构。好，这地方是比较特殊的结构。啊，另外有一个写法啊，这个曲有另外一个写法是写成零。哦，写成零，那这边一样，那这个一样是成，这个我没有写过哦，这个我没有写过啊、哦。好，再支，来支的部分，侧笔六等啊，六等要再一个，好，再过来，弧度逆时针的方向，往逆时针的方向带过来，停住，再起来，往左一样，起来，下，停住，转一下。提起来，哦，这里一样，它把它拉得比较长。原则上，这个空间跟这个空间的大小会落差很大。哦，在楷书也好，隶书也好，都是如此。好，再来，仁义的仁，好，一样，人字边，好，推，那这里上去下来就好了。好，这里微微往上仰，好，这里变成三刀燕尾的部分，停住，放一下，扭上去，好就好了。好，这里它是往上仰的，往上仰，那这边上下有点呼应的部分。好，分的部分哦，分的部分跟一个界，分跟界很类似啊、哦，待会我再用时间跟你们讲啊。这里一样先出去，好，这里停住，拉回来，停住，啊，这里再推出去，好，这里再压，好，这个是分，那这是分。那待会我们先把这几个角，我们再来讲界的部分。好，这个交的部分。哦，右边的结构部分哦，然后有，那这里有没有发现它的竖笔横笔，它的这种外框里面有结构的外框的写法都是几乎是一样的。好，这边略高一点点哦，略高一点点就好了。那这里一样，等分空间就好了。那这里直接这里我会往内切一点点。好，这里上提一点点，那这里造成一个弧度。好，推出去，那从这里直接下压，那这里应该是三撇，嗯，那三撇我们可以把它变成大小的小，好，可以变成大小的小。好，又是一个支一样，那这边比较重啊，提起来，那这边上压过来，一样逆时针，拖软，右开的是吧？啊、哦，那这个做的比较柔一点点。好，再来会，恩惠的会，那个上头少了一个横点。嗯，下面。哦，正常我们是这样子，嗯、然后这里有横在一个点，嗯、那他把这个横点省略掉了哈、哦嗯。那我们楷书也是一样省略掉了哦。啊、哦，楷书一样在这部分是省略掉的。竖笔重一点点，横笔，那空间的两后的话，空间把它抓好就好了。那这里一样，中间带下来，那这里从这里带出去，那再从这里，它的握心，这个握心写的比较特殊。好，这里中间外侧的地方啊，外侧这交接的地方再带进来，这个不要把它拉得太里面，然后拉太里面，这里会很空旷，大家都会。又最后面的一个点哦，大家都会在上面结构的
最靠近右侧的结构再往那一点点就好了。好，再来弓，弓这个就没有什么了哈，结构没有什么大变化，那这也是直接代笔过来拉上来，这里有一个滑笔的感觉。好，那这里过来要起来侧拉过来，好，所以起来就直接推上去拉过来，往右带拉回来。好，这里拐弯翘起来，好，翘起来要直接带到这里下压，停住再提就可以了。好，这里会有点这样的一个弧度下来，好，有点这样的一个弧度下来。好，再来城堡的城，这边平的，好，上去下来，然后再往左推拉回来，这个点可有可无哦，这个我之前讲过了。那这里竖的下来，因为这里横笔，这个横笔跟这里是一样的高，所以这里略高，再高一点点，那这里再斜推上去，啊，推上去拉回来，拉回来这个点，往上斜推再下来。目前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城的这个地方，那这里它又带了一个，那这个就是我们割钩的撇，好，所以这个是撇的部分。好，过来再带上去推下来，停一下提起来，再带上去就可以了。好，所以这里有些直接一二这样带过来，那有些是这样子过来后带这一笔画再带这个撇，也有哈，这两种带吧。那我习惯这里先带出来，好，先带出来。好，别墅的墅，啊，这个是野的，啊，它看起来像别墅的墅，有没有？啊，别墅的墅也差不多是如此，啊，也差不多是如此。哦，野的话，它把里田跟土把它拆开了，啊，所以变成上面写田。那右边画两个倒三角形，那这两个倒三角形就是鱼，嗯，哦，所以写到鱼就可以画两个倒三角形，然后再把土，把宫里的篱下部分的土把它补上来，啊，拉出来，转一下，立一下，这一点可有可无，哦，这点可有可无，好，站。两个口它做得很大，但是我们一般在写朝选的话，在写到这个站不会写到这样子，因为会觉得头重脚轻，现在一样带过来拉回来一样，这都是顺笔带的哦，直接顺笔带右来的话，那这边直接从这个角推上去，直接推上去，好，先推上去扭下来，停一下提起来，好，这里就好了，这里一样重一点点，那这里是都是快笔细细的去拉就好了，哦，只有这个竖笔稍微重一点点而已。好，那个谋，谋划的谋哈，所以也要遇到这个结构，抹的结构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，像写旗，对，有点类似啊，哦，有点类似，我们写旗是这样子。那有可能这里面会变成这样子，那他把这里贯穿就变成谋，好，好，横笔的部分言字边，然后这里一样空间里后的话，好，重落重落，那这里横笔等高跟这边是差不多高的，可以略高一点点，那这里就直接上去了，一样齐高，带到第三个横笔就好了，带到第三再下来一点点没关系，那这个地方也是一样，好，那这里落落的就可以了，好，推出来长头燕尾，那这时候再来写这个中心柱，这个中心柱可以略高一点点，停住比它稍微低一点点就可以了，停住起来后这个角带过来，好，要这个角带过来就可以了。好，落，我会习惯把两个横笔的
位置先垫出来，再写草的竖笔的部分。好，我会习惯这么去做。那当然我们正常笔顺是这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跟楷书是一样的。但我会习惯这两个先定位置，再来画这里。好，那这边呢也是一样，这个撇应该是先写。那如果来讲的话，我还是习惯以这个位置先写，那再来写这个地方。啊，尤其这个地方，它的撇可以做横折撇，可以这样带，啊，可以这么带。那再以这个地方，啊，或这两个交接点的位置，位置大概抓一下，啊，最边最左边不要超过这个位置，最右边不要超过这个撇横的交接位置，好，带过来，好，直接侧笔右等啊，一样，空间里啊，后的后啊，好，空间抓好就好了。好，最后一个永的部分。好，直接画弧度哦，这它这个这三点水它是带弧度的，尤其第一个弧度带得很强，拉上来，压过来，跳上去，再下压，再拉上去。那这个空间是大概差不多的哦，这个空间大概差不多。跳上去以后，所以这里侧压带弧度起来，拉回来。那这里上去压下来，侧跟它同宽，上去拉往外带，那这里带过来一样，上去稍微一点点往外，没有那么明显。好，那再把里面的横笔带出来，这里略长一点点就好了，啊，会有点这样的一个味道。那这个地方挑起来，所以它直接挑起来，要直接侧笔压下去带过来，啊，带过来，所以。它这边弧度会比较明显。好，那刚刚讲的那个界跟分的区隔啊，哦，这部分要特别去留意，因为我常常有时候会搞错。界的话，我们在楷书，我们在楷书的写法是这样子。哦，这个是界。那分的话，在楷书很像，好像比较粗。超像的，这个是分，插在这里是直接一个弧度下来，这里是一个转折。